这些是京城的榴莲品种，第一个是猫山王，有红家，有黄江，有红金、葫芦啊等等，很多榴莲品种。 一吃你后面有啲金金地，好特别嘅，所以你一食咧，你就知道，好好吃啊，年青光，好开心啊，好好食，快啲嚟食啦！现在是产榴莲的季节，这些榴莲都是槟城的特色榴莲。这榴莲的季节维持到今年的9月份，欢迎大家来品尝槟城的榴莲。